今天我们来操场踢踢起跑架，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在一个小时内快速的把训练执行完毕。首先呢，20分钟的话，大概就是让我们的热身，确认我们的活动度完整。接下来40分钟就是我们的主训练，今天执行是60、30、90两组的课表。休息的时间就是4到6分钟，自己斟酌一下，一定要确认我们休息的时间是足够的，让我们在跑动每趟冲刺的过程中能够把强度执行到位，那也避免我们在赛前的训练过度的去累积我们的疲劳。